经历。你拒绝知名美克号的采访，我没有意见。但是有很多粉丝希望和三藤举办粉丝见面会。可是我们是说好要保持神秘感的吗？而且我们签保密条款啊。放心啊，公司很看好你，并没有因为你第一款贴图不红而放弃和你合作，对吧？我跟你说啊，粉丝的回馈是对创作有帮助的，也是最好的行销。你也知道现在贴图市场多么竞争啊，要抓住粉丝的心都不容易啊。我知道公司花很多钱在宣传三藤的贴图，才能累积那么多粉丝。所以你也不好让粉丝失望。怎么突然说要去运动啊？因为我发现啊，你放假的时候不是在网拍，就是整天窝在家里，所以我就想啊，是不是应该出来走走动动一下啊？哪有啊，我上次明明就有跟淑金他们去公公你家，是觉得蛮疗愈的啊，但是我酸痛好多天。你看你就是太少运动才会这样子，我看啊你每周都要安排时间出来走走动动一下。啊，对了，我之前不是说要介绍学弟给你认识吗？等一下运动的时候，他老婆也会来哦。你怎么没有先跟我说？怎么了？需要心理建设吗？当然啦，我第一次见面总是要准备一下，给人家留下好印象哦。没关系啦，我们都很熟，不用太拘谨。啊，对了，他们也是职业军人，就是我们十七连的排长。是哦。不过我问你哦，你是不是休假的时候也很常跟同袍在一起？我看就算淑金他们退伍了，但是他们的活动你也很常参加。我们职业军人的生活圈本来就不大了，每天都跟长官同袍相处，朋友也不多了，所以我也想说介绍我朋友给你认识，也可以让你多了解我一些。好啊，那我等一下就来好好的了解你一下。嗯，走吧。哎，强，你觉得松林他的女朋友会是什么类型的？我觉得学长他会看上的女孩子，应该是蛮厉害的哦。你怎么知道？就上次他约我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啊。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讲同一个人。那你怎么没跟我说？这是男人之间的秘密，保密防谍。你很小气耶，巴辣哦。什么巴辣？志强，雄青。嗨，学长。先走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你好，你好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女朋友。美克号的总编张佳佳，这位是宋志强，你好。旁边这位是他老婆杨晴，你好。你们好。哎，学长，他就是你上次心情不好跟我说的。学长，你还好吗？没事。他就是那高中同学，宋志强。我之前有听松林说，你们两位之前也是淑静的排长。对啊。你也认识淑静？我是他的主管。哦。我跟十七连大家都很熟。真的好有缘哦。不然我们先去运动一下好了，来我们再聊。好啊，好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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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。
军人，体能是基本的，最主要还是要养成习惯啊。我好厉害哦！学长，感觉这一次女朋友好像不太一样。怎么说啊？因为之前你都不会介绍给我们认识啊。先跟你说，等一下吃饭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乱讲话。强，哎，变得怎么样了？还不错啊。还好吗？你刚跑多久？累，你很多汗哎。还行啊。对啊。你要不要喝水？啊，谢谢。好啊。要不要试试看这个？这个我不会。我教你啊。好啊。哎，毛巾给我吧。先坐着。要不要教你一下？走。走啊。坐这个。手给我。挺胸。好，手可以张开一点点。张开。对，再坐外面一点。对，好，来吐气。你要多重？轻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个45好了。哎，你干嘛调那么重？吸气，很好嘛。你不是说轻一点？我刚刚是做80哎。这不行啊，轻一点。好了。你干嘛？随气。你给我，这叫130磅。你真的是。志强，你现在不用培养您吃草了。吃草？吃什么草？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来，吃一点，这肉不要吃了。哎，吃草有益身体健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宋志强，你是不是在说之前我实施减肥计划的时候啊？学长，好啦，不闹你们了。对了，你的婚期决定了吗？怎么迟迟都没有消息啊？就我妈又拿八字去看啊，说我们上半年结婚的话，对她不好；下半年结婚，对我们两个都好。所以你们下半年才要结婚啊？我妈就疼女婿啊。妈会疼我，也是因为她知道我会疼她女儿啊。是吗？嗯，当然哦。嗯，哼。不过还是要先恭喜你们两位哦。谢谢，到时候可以跟学长一起来吃我们喜酒啊。嗯，好。嗯，好啊。不过你们有没有想到要去哪里度蜜月啊？军人不能度蜜月吗？也不是啦。好，你先说。就我们两个还没有讨论，而且我现在在念研究所，研究所毕业之后有可能会调回高雄，很多事情还是有变数的。一南一北，你这样不辛苦吗？这一点是每一个军眷都会遇到的问题啊。像我爸平常都在舰艇，要不然就是在移防上面，我妈一年大概有一大半的时间都见不到他。一半的时间你妈可以接受？当你决定要嫁给军人的时候，也就等于选择接受啊。只是我妈她每天在跟我抱怨说她很想我爸。那你可以接受？身为军人这是可以被理解的。至于要当妻子的话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小别胜新婚了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只不过如果真的结婚之后，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都到你身上。好了好了，你们扯太远了。我今天呢是介绍佳佳给你们认识，不是让你们把他吓跑。好了，其实当军眷呢也没这么恐怖了。你没事啊，今天这样子多了解一点也很好，就可以像他们两个一样
明明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状况，却还是愿意一起走下去。而且未来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会一起面对。多吃一点。好，我要吃草。你要吃草，都给你吃。这里。哎，学长学长，草多吃一点啊。哎，好。不要，我要吃草。我要吃草。你吃肉吗？哎，学长草多吃一点，镜子给你。学长草多吃一点。怎么了吗？没有啦，只是你今天好不像你哦。我想说穿这样比较不会被认出来嘛。我谁知道那饭展会不会在这边卖茶叶蛋？哦，很奇怪吗？不会啦，还蛮好看的。哎，这个油桶，来到这里一定要拍照打卡的。哦，好啊，那来拍啊。你过去站一下，我先弄脚架。哦，在这里吗？好，逆时针再转一点点。逆时针再转一点，这样。对对对，等我一下，我把脚架架好。你可以吗？我可以啦，我之前有打过工。打工弄脚架？对啊。那你家没有钱，干嘛要打工啊？活到老学到老啊，多学一些技能嘛。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我按喽，十秒哦。好。你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哎，应该要牵手哎，比较像情侣。哦。看到，再一次，十秒哦。不错吧？好像还可以耶。对啊。好啊，那还要拍什么？不，我们边走边看好了。哎，那边有鬼修女。没关系，我主管会骂我。我拿脚去。走吧。漂亮的耶。嗯。哎，这个背景好像不错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们拍一张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那你等一下，我要拿。好，你要拿这个。好。好。你好了吗？不用看那么近。哦。这样子。太远了。就这个。那这样哦。嗯。1、2、3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
换一个动作。换什么动作？哇，侧脸好了，侧脸比较帅。换你的脸。一二三。好。不错耶，这里蛮好拍的。这里。这里也不错啊。好啊。那我上次有看到一张是讲你手给我，这样子啊，对。那我们就拍我们的背影这样子。哦。一二三。你确定是这样子吗？这样。你确定你要这样吗？这好像有点胖哎，还是你拿？我拿。你拿拿看嘛。啊。等一下哦，你试试看。对，好，所以我应该要对这样子，对这样子啊，对对对，好，一二，哦，你比较会拍耶，蛮好的，好的，是这个样，对，蛮好的耶。我觉得蛮好看啦，这次照片应该不会再被打枪了吧？不会啦，这样一看就知道是情侣啊。我是说，照片有情侣的感觉啊，我们不是情侣，就是这个有拍出来，就是我主管要的那种情侣出去玩的那种感觉啊，我们不是。不好意思，帮你们上个餐点。哦，谢谢。这个是手做的甜点。哦，很漂亮哎，谢谢。好，老板娘，谢谢。哦，很漂亮哎。先拍照。先拍照。嗯，那我先拍手。拍手。拍手。哦，我懂了。拍手的照片。二三，是这样吗？嗯，其实很奇怪。哦，你就，哦。嗯，我拍好。你拍。嗯。Yes。啊。哦。你拍的比较好了。真的比较好。干嘛？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，我们上网在找的时候，不是有个也是坐着的吗？坐着的。这样。你要拍那一张哦。对啊，把脸挡住，这样很可爱。那我拿脚架好了。拿书的哦。干嘛亲我？那张照片，男生不是亲女生吗？我们只是在拍照而已啊。在前面有书这样挡着，你就做这样子就好了。你干嘛要这么亲啊？对不起啊，还是我删掉，我把这张删掉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拍了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吃甜点。这脚踏车还是学长送我的，不知道他现在心情怎么样。他是我尊敬的学长同袍，我真的很不想伤害他，可是也不能不讲清楚。忘掉过去，三层见面会是挺好烦哦，
到底要不要答应啊？我去找朵拉聊聊好了。朵拉有心事吗？班长，光心，你怎么会在这啊？我就刚好在附近啊，想出来找你一下。哦，哎，你坐坐坐。有什么事啊？无事不登三宝殿哦。班长，问你哦，大家时间一到就都出门上班，而且都那么努力认真工作，你也一样，你会觉得我这样很游手好闲、一事无成吗？怎么会？找工作这种事本来就急不得啊！我退伍之后就深深感受到，而且你忘了，你当初还帮过我哎。我倒是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先找到目标。我知道，就像学班长学厨艺一样。是啊，就像你，你不是很会画画？我觉得你可以朝画画那个方向去做努力，而且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。就像我很喜欢你的画。我知道，谢谢班长，我会努力的。光心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。嗯。你还记得当初我拒绝你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调适你的心情？你干嘛突然问这个？都过那么久了。哎呦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没事啊，我是你叔叔呢。当初哦，你那么漂亮，我知道我自己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好啊，至少我们心里很契合嘛。而且你也说过啊，我任何事情都可以去找你啊。我也觉得跟你聊完之后都蛮开心的啊。哎、欸。不过你刚刚讲的那个，你是指我是外貌协会的、哦？我没有说，你不要这样看着我，你自己知道。哎，什么？不要乱讲啦！开玩笑。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哦，郑光心真是的，自己乱丢鞋子还敢说别人。哎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太赶了。哦，不会啦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啦？你的。的话，哎，有我的名字，还有他的签名，谢谢你。不会，哦对，等一下我去莫斯基咖啡厅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哦，好啊，一起去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把卡片放上楼。好，谢谢。模仿山藤的画风啊，你的五官跟那个比例都很类似哎。怎么啦？被我识破了吧？这样一看，好像有点不一样。萱萱，你好了没？要走了。哦，我来了。
都来到这里了，我们要不要去放个天灯啊？那也可以拍照哎。不要，不要。说啊，之前马大哥他在家里的时候捡到一个破破烂烂的天灯，应该是飘很久的天灯吧。然后我们就在聊啊，因为天灯啊会制造环境的污染，然后也会影响生态，所以我就想说算了，我们还是不要放天灯好不好？哦，那你小心一点呐、啊。那张照片够吗？那不然在这边也可以拍啊。这边？对。这边要拍什么？好，来，你那个收起来。收起来。站起来，手机给我。手机，这边。好。你往前走，我往前走。对，好，回头。我回头。嗯。哦，你要拍男友视角、哦。对啊。那我会。好。一二三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哇，你好贴心呐、啊！我怕你跌倒，差点就跌倒嘞。对啊，小心啦、啊，你很危险。你看你好好的，不行这样子啊！你要拍浪漫的感觉哦。有，我有。有哈、哦，我怕要牵手就有浪漫的。手一定要有哦。有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来拍一点别的。别的是像什么？嗯，像是我拍你的好了。我。对。那我的好，不要啦，这好无聊哦。嗯，你扮扮扮柯基，柯基啊，柯基，柯基好难呢。啊，我不会柯基啊，那你扮给我看，柯基怎么弄？我就不会啊，就是狗狗是这样很可爱啊。哦，猫咪，猫咪，黄鼠狼。黄鼠狼什么？我不会，换你教我。黄鼠狼就是感觉他会去偷蛋呐、啊。嗯，你要围，你要像小偷一点啦。像小偷一点。不是要偷蛋。对啊，来跳起来，一二三，跳。我们去下一个地方。下个地方？对啊。你要不要也拍一点？好，刚才你拍过啦、啊。这边差不多就这样子。差不多了。对啊。照片够吗？够吧。哎、你小心。哎，你平衡感怎么那么好啊？你看起来，哎，很危险呢。你是不是没有受过海记录在这里训练？啊？没关系，我教你。哦。好。怎么样？枪，手机收好。哦。这呢，就当做是枪啊，枪。然后呢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提枪快跑的时候，要压低你的身体，好，这样子 S S 这样跑 ，S S 跑，对，来试试看。好，提枪，压低，提枪快跑，这演员后方三字，我不能迅速握倒，我还要握倒，真的很痛哎。好多人哦！哦，对啊，一定是看到美克奥杂志的推荐才特别来的。嗯，既然美克奥杂志的宣传这么有效，不懂三成为什么不接受访问？可能是因为个人因素吧。哦，麦丽。嗨。嗯。你们来。嗨，咖啡，冰糖哦。这个送到哪？这两杯送到。你们怎么知道这一家？太大了。你帮我准备的三份波士顿糕给西多。啊，谢谢，那你们请慢用。谢谢。你们好，这是你们的咖啡来了。玛丽，嗯，你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吧？哦，对，我忘记了。嗯。你们来到梦十七，那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唱歌给大家听，那大家就喝喝咖啡，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，谢谢。
一起存在的空间多么想将彼此拥入怀里面，但许多的无奈只能静默的远观，不属于我的毛毯我终将归还，不属于我的真爱我放开，我和你站在两条平行线，等不到交叉点，如此遥远，而我和你只能活在彼此的夜晚，闭上了眼我们才能相见，才能相见。谢谢，好听，好听哦，谢谢。走啦，来呀、啊！来来来，你要干嘛？不要！不要什么啦？什么啦？等一下被发现怎么办呢、啊？不会啦！哎呦，不可以啦！谁会看到啊？老婆就不在啦，在咖啡厅忙，他忙完才回家。啊，如果曼丽回来怎么办？曼丽也是啊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马大宝又不在家，今天。就是没有人打扰我们，哈！哎呀，啊！你干嘛把那个窗帘关起来？这样暗的很像motel哎。你去过？我没有去过，我在电视上面看的。你干嘛坐那么近啦？电视上就是这样演啊，而且你关起来我们又没有做什么。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做什么？我很相信你耶。可是我不相信我自己啊。不听话。谁不听话？我不听话怎么办？你不要不听话。Dora， 我回来了。你怎么没有出去啊？有啊，我一早就出去了，我也是刚回来。嗯 ，Dora 在哪吃嘞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啊，他叫我今天一定要回来，就自己又不在。是哦。啊，可能是因为马大哥他不在家，估计他又是在想什么鬼点子了啦。马大房不在。嗯，马大哥说他要下去南部收租啊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你不要一直这样看我啦。不然他怎么看？我会害羞。那你闭眼睛呢？轻一点哦，真的轻一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干嘛？这个卡到我了，会不舒服。啊。OK 哦，闭眼睛。谁啦？秋蝶，别说了，秋蝶不在啦。秋又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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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到底是在叫什么？在叫什么？我想问你。赵老师在你房间吗？我不知道，你不会自己打电话给他哦。哦什么？
我要睡午觉，你还有什么事？这么早睡觉了？我睡午觉他经过你同意。哦。看哪里了？你是不是要乱看？你还看？我去！滚！怎么样，雅芝留在楼下吗？嗯，应该是没有，但是呢，也有可能有。这什么回答啦？你要干嘛？下去喝水啊。啊，你那书没有放好。我待会就要上来看了，我干嘛放啦？可是你之前都教我们用完东西就要马上归位哦，你看现在马大王不在，你就马上犯规，真是人什么时候当起纠察队？好，我去放，我去放。古灵精怪。啊，还有哦，那个被子要换喽。嗯，夏天要到了，被子要换成凉被哦。好，我换。没事叫叶叔来干嘛？啊，马大哥刚好就不在啊，晚上可以找叶叔一起来家里玩啊。你不知道，你找他来家里就是多了一个电灯泡。啊，对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什么叫不是故意的？八成就是故意的。秋婷，你不要生气嘛。我干嘛生气？我生气根本浪费生命，好不好？还好他四项已经走了。那就好了，他都走了，干嘛还生气啊？到南部用假牙，什么南部用假牙？你牙痛啊？你这一套，还这一套，这一套。我教国良的韩文，就坏女人的意思。哪是坏女人啊？把眼睛闭上。为什么要把眼睛闭上？你知道这样子。都没有心理准备，很不浪漫呀。闭上一切的准备啊！你到底是还有什么事？哎呦，爪子在不在？你就小心龟，小声一点呐、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潘多拉要下来了，我是来警告你不要被抓哦、啊。你是有毛病，他就不在这边了，你要不要回二楼啊？好心提醒你而已。滚！尼姑就是尼姑。出来啦！我要走了，家越来越多人过来。干嘛？我跟你讲，我发誓他不会再来，他不会再来。秋婷，嗯，可是我已经没有 feel 了。没有 feel？ 嗯。哎。眼睛闭起来，用闭起来哦。要冥想一下。哦，上次我跟素娥，素娥昨天也不在这儿啊。
我妈来，就不再去。秋婷在吗？哎，嘘嘘嘘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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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快点，快点，出去。你，哎，哎，哎，云云，妈，怎么了？哇！